梗里边人挺多，看见喷子你得叫大哥。记得我一个，这个时候他队友过来了，我直接喷他，看我侠级霸喷法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教你啊，直接秒补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先打一把信号枪，然后咱们去烟囱上面等着人来。香香，这个时候咱们利用这个老六发射器，先来到这个高架上面。哎，对对哦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咱们站在这个地方再摆一个，朝这个好位置，咱们直接发射，来到这个烟囱上面，真的不错。哎呀妈，这地方太高了，不敢动它了。会了，我这空投怎么掉下边去了？这咋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出绝招了。音乐老师，读个曲儿。好的。Niggas in my grill trying to phase me。蛋蛋车是真优秀，就是有点不扛揍。我跳，哎，这小子嘎了，我操！闪个一跳，差点摔死。我操，又倒六。还好我有自救器，这个小子现在在那趴着呢。刚才打我那个劲儿呢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我直接拿平底锅瞄着你头，给你一个个大逼斗。啊！还想打药？我教你打药。哎，自救器，嘿嘿，都是我的。这小子还想自救？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，我能给你机会吗？直接带走。决赛圈当毛毛虫，前面有个小瓜怂。下面进行诗朗诵。你是花朵，我是泥巴，你是花朵朵，我是泥巴巴。吃鸡，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看我直播。